呀，好无聊啊！有了，用肥皂做块甲玉佩，整整吧。OK， 搞定。爸妈给了我一块破玉佩，说扣我找十个老婆了，让我自己去找一个。这是你妈给你的？是啊，这破玉佩能找老婆吗？居然背着我掺好东西！你说啥？没事没事，我先帮你收着啊。不行，凭啥？哎呀，不白收，来给。那你记得还我。还你还你。色挺纯，好玉，还没有杂质，就是吧，摸着感觉有点发腻。爸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羊脂玉，羊脂玉就是这种发腻的手感。我闻着它带香味是怎么回事？有一种玉叫香妃玉，天然就带香味。香妃羊脂玉。哎呦我的妈！那这不便宜吧？必须的呀，就是这味道吧，感觉在哪里闻过。别说这个，你就说值多少钱吧。10个 W 肯定有。也不好说，这表面有点脏，看不清肉质，我弄点水洗洗。那洗洗呗。这玉怎么起沫啊？是不是好玉都起沫？有可能，我再洗洗看。爸，这玉到底咋样了？我去，这玉咋变这么小了？冰棍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它就是一块肥皂？自己乐呵。